你没人来吼、喔，我要绑造好。I love you。没有，买一张。来，自家宜兰，100块就来。大哥，等于用行的用针来做伊的，干一百条。个人来无100块，来去煮汤也很好吃哦，100块。大哥，来个来，点标我，痛痛痛痛，快点。哎呦！买个现在100的，一个，八条了，丢掉贪掉啦，那个土神礼拜五哦，土神礼拜五有啊，在那个延吉街啊，在延吉街礼拜五。对啊，昨天买蛮冒险的，是它跌到6%，我觉得不买真的有点过意不去。台积电要跌6%，真的是看四五年能不能遇到一次。要跌6%，台积电要跌6%，很久很久，4年可能才有一次。哎，这有人买无？这叫孔雀螺啦，海螺。这回去哦，你搞用炊煮汤、打煎、做汤醋、做红烧。这外口你去餐厅去外口食流水席走，人家做糖醋鱼的是这啊。这无幼饲啊，无暗饲吼，爱食啥我问一下啦。来。姜买一只，姜买2只，姜买3只哦哩。这3只要卖开1500，大只的我开价一尾要开偌济，小只要开你500超。姜买3尾，我开你1500，1800哩。你3尾500块，就是500块。安尼啦，要加几呢？1、2、3哪来？一人3只，捧走的，捧走啊！一人3只。你礼拜四有时间哦，礼拜四在嘉义啊。1000哦，会发青马火把，烧吧，来了。百块啊，快收啊，现在。大会大会啊，微微哦，小无你趁钱，家己讲惊，大只都无我趁钱。哎呀，拍拍。来，谢谢。过来，过来。这要结300了。嘉义的话，礼拜四共和，共和路11号。嘉义的话是礼拜四，共和路，共和路11号，早上6点开始。好了，我来，青菜了，不要停，来，我都是吃。来，这个叫豆子会来。来，这现捞的鱿鱼，这吼回去哦，唔免掰皮，你换掰袂起来，回去你搞，切开了后切了较细块，用筛，穿烫，哦，炒一客家小炒，这种鱿鱼足脆。来，我少吃起。你要用开你500，就是400啦。你有想要吃这鱿鱼的，下来我就吃给300块。这现捞的鱿鱼，目睭金细细，真的。伊这哦皮肤较好，因为无发过啦，无发过皮肤就是湿性，只有湿水。伊这目睭金细细，我少吃给下来，要用开300，少吃起，200了，200块。加啦，不要啦。这个下年无啦，200块啦。我买2本。蓝油。I love you 啊，你啊 ！I love you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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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。好漂亮哦！青菜。今天是全年吗？应该是吧。反正你 Google， 你那个 Google 地图打下去，共和路11号就知道了。
啊，无啊，这要是来手一摆来，哎呀，几件嘞？几件嘞？几件嘞？然后，来，你不要玩。我后面一个都没有。好，你不要骂你。不好，来，我来，来，别到来。来了不要找你了。哎，鱼啊，我来。啊，你我这些鱼爱讲哦，哎。啊，你刷鱼无啊嘞？后面虾子，你大地一地200，我钓一沙地拢有去，500了，500块，这大地500块，沙地拢有去500块，无人爱哦，等于做刷烟啊。刷鱼这沙地500无人爱哦。买股票都是在看心理面，心理的，就是这个时间点，这个时间点。如果你买股票会很害怕的话，那你就买。如果这个时间点你买股票会很害怕的话，或是这个时间点买股票你觉得很无聊的话，你就买。你觉得越不安全的时候，你就越买就买就对了。它越安全的时候就不要买。你觉得很安全，那就不要买。来，我挂过来。就看心理而已啊。我先把黑暗来，我都看心理的，像昨天那样子，昨天那样子，我就觉得接下来5年内应该遇不到昨天的状况了嘛。接下来5年内应该遇不到昨天的状况了。台积电要跌6%，怎么可能？拜托。还有没有？没啊，还有几块的。台积电跌，台积电跌3%，我就想买了，还跌6%。好，你说嘛。不可以叫你赖，我没有在加赖，我没有在加赖。一公两斤，对，好你卖吼，两斤的虾爱卖400啦，同款的物件，来，水的哦，活动白虾，无挂边哦，急速冷冻的，这要两节不来个纪念，卖过落山春节俩买无着的，同款500块了，这两块弄好了，500块，500块，两斤的当作斤半的卖啊啦。500，这两块就4斤重啊嘞！这个换啊换换，要不然弄？来来，好啊好啊！来500来，够无啦？500啦，无啊啦，500块。先来500个先，500，今两三顺最后6个无啊，最后3个啦，最后来最后3个，500块无人来啊！好啊，这鱼也无人来。啊！今天当作金盘咧卖啊，也无人买。应该你是卖黑皮虾的无？这是 lucky 虾呢。我看无啊，你看。你100块无人买，这是100块。你等我，你我再水位。来。快啦！快好。好，咱要套票的无啊？套票个袂卖啦。哎，等你一边的鱼啊，拢无话好，有人要食透天的，我大只的，这个冲冲无完掉。买股票没有对错啦，那个你适合你的就好了，就不用说服别人。你觉得你有买的方式有赚钱，那就是对的。什么东西的？没有啦，听不懂。怎样啊？你讲啊。我现在开财经频道了。啊，财经频道啦。如果会切的话，一切开什么彩虹频道？财经啊，彩虹，彩虹已经彩虹刚倒啊，无，台北倒，彩虹频道北倒，老频道，嗯，台北倒，看他病苦。武力要来倒，武力要来倒，我无去吧，我说想要做董事长，你知道？董卡森，那么就套 T A 未来，来来来，没几千啦，不来个今年啦。今天要趁，吃的快点。今天他要趁一波把它卖掉，今天要趁一波把它卖掉，所以卖几千卖贵吧，卖几百明天上场，明天上场，今天他要一波把它卖掉。兄弟啊兄弟，500好了，500块。在了，都是这些，套丢过去500。哇塞，这种都不要人来啦！你这阵嘞，你讲啥？你讲套丢哟？哦，我叫是你的影射像。来了500。你讲肥猪猪啊？500块最后3个没有了。你讲肥猪猪，人看你着。最后个两个来。
我爸喝透抽，透抽，透抽，无啊，好透抽啊，透抽我爸，你爸会啦。所以我看老呢，那三年前看了你嘛是安尼，三年后看了你嘛是安尼。我看缘投啦，啊这大姐这拢去竞争三四五五只，你讲啦，你讲啥？你安怎？1000块，大只1000块够人买，一只200块，你绝对无到位啊！黄金还能买吗？你要吃啊？黄金最近不要买了。黄金不要买了，最近就先这样子了。我弄好啊。因为为什么？弄好不要的。因为我觉得什么事，什么能够发，什么能够发生的都发生了。也射飞弹了，也射飞弹。啊，你杀柴羊肉搞人卖？射完飞弹应该就是。有没有拿杀柴羊肉的？杀柴羊哦，这等级最严重的状况。一包哦，多少？射完飞弹应该最严重的状况。来，你最近讲来，这哦，这哦，规地羊肉，而且这帮羊肉一斤7-8啦。你之前如果有买的话，就放着。两包，两包三包。如果之前没买的话，就不要买。两包三包，两包四包，两包五包，我叫姐妹五包，你四包，300块了，搞人卖杀柴羊肉。300块，一只300。那个海鲜，你之前如果有买的话，就放着；没买的话就不要买。就包300块，有没有杀柴羊的？现在一斤牛肉才7-8，300块，一袋一包剩50块，牛肉。啊，小妹4包200块，了4包200。200块。它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已经射过飞弹。没人爱哦。所以就最近大概就那样。来，现在咸鱼啊，大只的来，大只的来，一只，两只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战争。来，三只来，四只来，200块。是要咸鱼的，要大只包盐，袂死咸的啦。来，这尾给我上5尾捞起来，200了。够无啦，咸鱼啊？应该是说吼。那种油价跟黄金都是在战争发生那一刻就是最高的，就像那时候，那时候油最高的时候就是前年的2月啊，那个俄罗斯打乌克兰那时候最高啊，所以发生那战争发生的那一刻是最严重的。好了，不要去讲这个，大家不想听。200块，我公鸡，我嫌咸鱼都无人买。来啊！这章鱼脚够啷么吃？太好看！来，春节我无啊啦，哦，啊，大家买过两串，这爱吃啥？买380啊，五条啦，200块什么吃200块？怎么吃章鱼脚的？白啦，无看你吃得这么嗨。来200一下，200块。没有。哦，高点嘛，高点嘛，已经加班了。150。哎，飞机会飞啦。来，好，谢谢。哦，你空一点，空一点。谁要花猪？1、2、3、4、5。2、3、4、5。两个人去，你有包包去无啊？免去前面800-700-600，免也无啦。哎，500块，不飞机的，花枝500块。飞机500有人买，你老师下早拄啊卖一尾100的。谢谢，感谢你呐，袂晓食我大啦，头前穿啦。哦，一斤也无3杯，我买袂着。过来要食啥来？5-6-0-1。00940，我可能会买。我再等两个月，再等两个月，我应该会买00940。没有吃的，全部刀切掉了。黄金会涨会跌，金能杀几多？不知道，没有人猜得到啦。6-7杯，没有人猜得到。十二位了。哎，给多少车都两位，我是第一。来。1-2-3-6个客人，无啊，上尾一只无你敬的啦，无你叫你看底下一只，要带去，你要带伊，你无你就敬的啦，上尾一只，要用开你1000，给你800-700-600，上尾一只，200了，200，哎啦，无你敬的啦。
他们没有去高雄哦，他们没有去高雄哦。哎，啊，你够好食啥的无？无聊你微微。对对呗，对对呗。我们飞机条的无？飞机条有啊。哎呀，你也知哦，厉害呢。你花枝条个人卖飞机条，想卖飞机条吃，鬼拢来背条啊！我少一人去，哎，啊，一些我问一下来。不共人啦，靠腰是死也无来。来，金两三，哦，我招金两三，招四个人去，招五个人去，奖杯两块啦，安尼啊，一人买两盒啊。飞机条炒三块，炒芹菜，炒三块好食，袂用家备好，袂停袂润啦。爱食啥，我问者，奖杯两块，奖杯三块拢互恁啦。一块我超市要用开百五块超过，一块百五，两块卖三百，三块我开四啊五四百，了这三块卖者，少一人去，三百块了够了卖。飞机条，两百了，现在两百块。你老师不要钱，我上一块给你啦，两百对啦，工资都领啦，拢无啦，两百块啦，两百块花花枝条，起码会记得钱。还够两百现，两百块。零零九四零是 ETF， 零零九四零是 ETF。我四十块了，我要加，差差的啦。它是高股息 ETF。差价还剩几还剩没有？两百块。那标榜的就是一年会配10%给你。过来，我讲，我讲开股，我讲卖股。零零九四你的噱头就是每一年会配10%。哎，我这飞机条刚才讲配，起码这小的刚才我没讲。然后每个月配股息。店面都两个月关了。一张只要10,000块。刚才给你配。这就是他的噱头。人就像飞机条。哎。不要连，我连问题啊，喝乌啊花，吃乌猪，吞乌条。你国文老师一下，我卡等我来问他。退一步，退一步。上来了200块了，对啊，你改讲这花枝条真正的，等于炒菜炒菜了啦，哦，炒一挂杏鲍菇，炒一挂什么碗粿菇，炒菜就好食，炒三鲜炒大肠，炒四鬼啊，200块，无啦，一只40块飞机条无人卖，200块，无菜，国文老师啊教才好，200，安尼我问者，200，200哦，200，啊，个人卖无200块。花枝条，有无？无啊！买李维辉野手，好，谢谢。阿雄，你回来。阿雄上，李维辉，谢谢你啊！胖一胖，快，呼呼呼！哎呦，阿松要来卖了，来，阿松要起来啊，来。太古板了。进来，阿松要起来，掌声鼓励，等。嗨，阿松。嗨。爱卖完哦，卖不完未使落去哦。200块，快一点呐！你太温柔了啦，我都听不到，太温柔了，听不到。来，再找你。不用太温柔，不习惯呐。八卦山平常都不没有在温柔的。八卦山借时间都叫人了，借时间都没人。来，先八卦山借时间都没人了。你可能想没关系，要问你。没没习惯。两百。两百，我们都有点
这个是越南，越南沙瓦迪卡，沙瓦迪卡。小朋友的女儿啊。零零九四零一百万美元得利多少？目前他是说标榜接近10%，但是没有保证吧？100万。老板娘最好的啦。8万有吧？应该8万会有吧？只有你俩来了。哎，陈秀，没有事啊。哦，六条的外星车啊！我刚明来，有人问我，我没有想要讲，他们问我，我没有很想讲。啊，人要吃白带鱼不？我没有很想讲。白带鱼中壳的哦，无肚空的来。啊，那十块一个。白带鱼无肚空的，外口一袋就卖偌济，卖80块啊，3袋、4袋来，5袋来，6袋来，7袋来，8袋。二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来，300块，300块有人来无？300块，来，九袋、10袋，来，300块。你也是越南人哦。一袋春三十块，阿松就上来卖油花而已。300块，你也是越南人。无人来，无人来，客咧就好啊，来。客啊，看袂贵啊，吼，看袂贵啊。来，我不要紧。你家唔知？你家哦，我唔知。是要来，是要来，是要买鱼啊？要来看红菜。我无加看一时啊，伊问到伊是六七啦，七八到十十，十八，好，再弄个你，400，400，杀我啦，350啦，你无啊？无啦，还剩两个啊，14袋啊呢，杀我后边4袋剩50块未？不要发疯！你倒做一杯咖啡是掺啥？你安尼好喝？啊！你晒太阳，无人会起劲。哎，套餐加起来1500哦，1800了。套餐啊？还无啦？套餐加起来800，无少一个拢买买，好无？我就弄一下这是派克鸡块，这蒲公派克鸡块很好吃哦。来，那个派克鸡块比麦当劳的鸡块好吃。啊，这珍珠板有人爱无？吃我啦！这有人爱无？我快走！你啥？这无地位啊，春节尔。这一块1公斤诶，啥？我问坐钓啊，春节无啊？一人买2位啊？一块卖2包，2块4包，现在只能卖3块，300块。这两只珍珠石斑，300块。这两只300无人加价，一只剩150块，你后底位肯定有啊。当作伊五块鱼的举手，无啦，好你加再有。你爱问谁敢举手？我是看人举手要送伊啊。啊，紧举手，紧来。会有啊，会有啊，会有啊。两只300了，2只300块了。珍珠石斑这一只1公斤，两只卖300，这了钱卖你还阁卖啊？吃我无？300有人爱无？无可能搁俗啊啦！下早少卖200，稍微卖500的。个人爱有300块，300块，300搁问者300。珍珠石斑。300，300，300，300无就摆啊啦！我桌顶摆了就收收啊啦吼，这免搁花，这两只300西底搁西底啊啦，咁要褪看，免搁花吼。啊，即卖150一尾啦，150块够有，够拢150的，150的无。啊，这尾仔鱼剩最后2块。200块，这现捞的尾仔鱼一斤卖35，一个多一斤2块2斤重，这200块了。看人尾仔鱼的，这两盒200，200无。你再不买，他准备要休息了，真的。他现在的感觉是你们好像都不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包，2包，6包了。我的套餐呢？套袂掉啊啦。卖多少？
我可以问。哇，你台股这么厉害哦！我看这三个一千五吧。我来开始我好啊！啊，你是做啥？这哦，无钱一包十倍啦。这哦，我好你去试啊，这很粗的，你甲粗看卖。那是零零啊。一百块，一百二块。来，卖用开千二，一千五免。这样买一包八百的，七百，六百块。哦哟，好，无就收啊啦，一袋剩六十块尔，你讲算啦。这是上我啊。来，六百。来，六百一瓶。最后一包我啊，六百。最后一包六百，想卖？六百，来，一瓶。他不会分虾仁。哦，虾仁，一包一千。那也是一千。来一包我来。买很多。虾仁的钱，他要鱼啊。要什么？来，一千嘞。他无想你讲虾仁的钱。他一桌子讲虾仁。包起了吗？我啦，我讲哦，这哦，大细粒少南面啦，这南面，啊，你买大包的哦，大包的，迄大粒的，大粒的一千块，啊，你啊买线哦，我分四摊都一千二啦，啊，这大细粒少不能，我不要想。现在多少钱？我啦，现在哦，现在大概75万吧。想买一台啦。卖五包，卖四包好了，无啊，六个客人，两三百块先来，三百块下你，三百块。来。哎，三百块够人来无？下人。下您三百。三百块。来这边。哪个都没有。一边啊。来，这位。最后是开三百。来一边，一边。来，好啊，不好、哦？这个一支300，我来讲，两只哩500块。好，我要。我皮啊，够有无？哎，我们，我们。来，最后两个客人。我加几条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有吗？没有了。哇、啊，这虾两盒500啦，这一空两斤的啦，一盒两斤重的啦。我可以打开看一下。可以。看两下也没关系。啊，看我们多少钱？无啊。这一空两斤哦、喔。我那个小 case 哎、欸，那个昨天有一个那个谁啊？那个是谁啊？他台积电买60亿耶。大的。我看到对账单有一个人台积电买60亿。昨天一天他就赔掉3600。我们可以不？我几只？别个切了，我们要死。几只哦？几只我的？一只。我来讲，无切，别个出钱，无可能我看到对账单啊。清沙的，1300块。可以啊。有人台积电买60亿耶。那直接清沙无无人买我，我怎？啊，要切吼，带去找边啊，头给伊100块就该切了。我一百块来切，你还过好个？我啊，还多你一个白白的，没有了。OK， 好了，拜拜。一包一百的，肉也100块啊。咸鱼啊，啥？五只200块，有人咸鱼吗？薄盐的未死咸的，五只200，一只40块。谢谢哦。啊。拜拜。要吗？好吃的。这样不就500了？快点，现在卖1300。啊。都吧，记得啦。记得吧。现在的时间还好，现在的时间我可以好好吃个早餐。加一盖买200。这个时间我可以好好吃个早餐。空哦，能讲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是不是在吃个那200？我喂的，我刚吃够了。哦，吃完再吃，看吃多少。
吧，你为倒来，你搞讲者。你为倒来，你搞讲者。大家妈保护的咧。阿好，你大家妈。哎呀，大家妈来咧。要吗？那请问是客户妈？哎，客户妈。两百了，两百了。两百，两百，两百了。两百了，最后一个我了。哎呀。我呀，就是你，我，你要不啊？拜拜。过来再回家哦，回家小毛，回家。这个就还要那个五百的青菜。十点。要卖啦，要十点。你妈卖鲑鱼不？鲑鱼够了，卖不？好。没有，这个是客人的狗，不是他的狗。你别扯了，有那么刷衣吗？给儿子扯扯的了。好，这地有大地门来看嘛，正中空。这吼，人哩这地倒吼，人哩做刷印呢，这一斤我哩穿两百块的。这地我先甲厝起来。全世界刷印死了了，剩只无。来。我吃刷野紧的啊！哦，较大地哦，你呢？安尼好不？安尼。好，安尼。安尼。就是，啊，我大地。我大地，我大地好饮啊！一地五百了。错了。俺就加四袋尔，来，俺加四袋尔。我知啦，袂使念的，一袋两百啦。两百够来买无？一片两百块，两块的，一袋两百块。两百，这大袋，两百块，无啊，哦，我煞剩一袋尔。这世界我甩死了，要成交无？嘉兴哈喽，刘妹妹哈喽。人家去中奖，要等啊，我等咩钱？哎呀，没啦。1300没有切哦。今天最便宜的。看没有？今天最便宜的。要吗？来一只。太乖了。我变大了啊！200！所以有人买不？还是鲑鱼，鲑鱼加萝卜，鲑鱼加三两，鲑鱼是比较小吧。干嘛？没有，没有要收了，拜拜。我奶有去钓鱼的影片哦，刚才等一下再叫他粉丝给我。我要把伯南钓鱼的影片上传到粉丝团。可以呀，可以买一桶吗？250，可以吧？刷鱼来买不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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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两百二。两百二做来咩个无？你爱中通的无？罗西少。抓鱼。那边来啥物料？会抓鱼啊？抓鱼，这完全无饲的哦。抓鱼变哪煮啊？就是豆油水炒菜就好啊，我来炒点面条嘛，就好食啊，都得好听啊。来，再问阿妹来无？春节结婚鲑鱼？我男朋友去哪里？鲑鱼春节结婚。他过来在左手边。嘿嘿的，新闻，你把爱说完的。进来进来，小花，小妹妹啊，进来。我也最要结婚，我爸。买这一块。一袋一包。一袋一包。嗯。啊，再来买无？买几包？今个礼拜三会卖整只的鲑鱼吗？价格 OK 的话就会卖，价格 OK 的话就会卖啊。没有没有整只鲑鱼的几率很小啊，最近应该都有，最近都会有。大人，嗯，没什么在在。大远有一个人就在问啊，我那你等一下那个影片再传给我一次，我刚才才加你把你好友弄过而已啊。什么影片？还是钓鱼的影片啊，我把它丢到我的粉丝团。最爱不？你钓几斤啊？他就跟我炫耀啊！四八美女了，四八。哎，这个怎么切这样？四八最后一个本来没五百哦。他把他割双眼皮。他把他割双眼皮。五百没四八，他把他割最后一分，爱不？他把他割双眼皮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，准备到计时啦。五。对，嘉明你好，收播喽。三、二、一，拜拜。下午见，下午见，拜拜。沙巴，大会最后见哦。先把集中弄个这预计的哦。